他了解我的用心，而且我答应他呢，在他回去之后继续帮他物色一个更好的对象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喜欢阮凤，可是我跟他妻子是要跟你住一辈子的，不要因为我勉强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宁可去住老人院。爸，你又来了，最讨厌你啊，动不动就说要去住老人院。 如果你再说你要去住老人院，我就真的把你送过去，看你住不住得惯啊！好了，苏孝莲，不要再说了。走走走，哎，走。爸，你太怎么气啊？悲哀啊！ 你的操具唱的那么难听，会吗？我觉得很好听啊，我再唱一次给你听。阿乐，阿乐，爸，拜托拜托，我知道你是想逗我开心，放心吧，爸没事。爸，你不要听姐在那边胡说八道。他说的对啊，我是你的包袱。如果不是我，你跟阮凤也许……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扭到了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 谢谢，父亲别打医生，我带你去看。哎呀，怎么这样不小心啊你？我记得我小时候打球扭伤了脚，爸爸也是这样扶我去看医生的。那个时候你才11、12岁，个子小小，现在，哼，都比我高出半个头了。再高再大还是要老爸扶着我。嗯，所以呢。 不只是老爸需要，我也需要老爸，而且人生的路上谁也不是谁的包袱，必须互相扶持，老爸，你说对吧？臭小子，你骗我！骗我！你别这样，你起来，起来！我不要起来，你让我留下来，我不可以回去，天叔。可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。可以的，宵夜就听你的话了，只要你肯跟他说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他虽然听我的话。 可是这关系到他的婚姻幸福啊！我可以不要真正的婚姻，只要一个假的名分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把我当佣人，当佣人都可以，我可以服侍你一辈子，天天陪你唱潮剧，你要怎么做我都可以的，我只是不可以回去，我不想要回去。傻孩子，你为什么这样委屈你自己呢？来，你起来，听我说，来，起来。 阮凤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件事情，我必须尊重孝义的决定。如果你想留下来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。但是，绝对不能是婚姻。 正好，我把下个星期和下个月的时间表排好了给你们。谢谢。有很多户外拍摄的 booking 吗？嗯，这个月有几本时装杂志和婚纱杂志都赶着出版，我们的摄影 booking 本来就多，人手不够分配，你们要辛苦一些了。夏静琪，我有点困难，时间可不可以提早一点？你们都有问题吗？我们同一组啊。是的，八天总共有三组。 我已经跟 Richard 借一组人来顶一顶了。我早上有事，能不能把时间往后推一点？大概11点半才开始化妆。我下午有事，3点必须收队，最好早上9点能出发。你们一个要提前，一个又要挪后。
我实在调派不出人手了。我看你们两个自己商量了，跟模特人联络吧。抱歉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3:30之前一定要收工。我早上的事情也很重要，不能够改期。11:00之前我是赶不来的。好，一人退一步，10:00出发。不行啊，我小姐，彼此迁就一下好吗？要不然以后不要合作了。好吧，我尽量。那就确定了，10:00出发。我得早点来排队，要不然就排到后面去了。来了，一号。哎呀，医生应该还没来，先坐一下。打电话给姐姐，叫她等一下来接你。啊？那要走啊？当然不是现在，我等她来了我才走。喂，姐啊，我跟妈现在在诊所，应该9:30之前就会看完。好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。拜拜，妈，我等下还要赶去工作，姐去公司交了稿之后就来接你啊。3个月前就知道我要复诊，干嘛还接工作？没办法，人手不够。都是那个摄影师，为了迁就他的时间，害我那么赶。那怎么办？如果等一下医生问东问西，我不会回答他。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吃了药有什么反应就直接告诉他。星星，我觉得我胸口很闷，我心跳很厉害，好像喘不过气来，你说我是不是有心脏病啊？啊，哎呀，我脸色很苍白啊，还有我的手很冷啊。不会啊，你的手比我还要暖和，脸色也很好啊。那就是血管阻塞了，听说血管阻塞就是这个现象，如果是的话就惨了，要动很大的手术啊。别紧张，你不要每一次看医生都紧张兮兮的。我说啊，这是心理作祟，是心理病。我没有心理病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说我有心理病？我没有病啊！你看我好好的，其实我很辛苦。你是不是等到我有一天我暴毙了，你才相信我？是的，你不要紧张，看那么多人在看，我相信你。我知道你辛苦，冷是吗？我给你买杯热可可好不好？啊，你坐在这边等我。啊，小姐，我要4杯咖啡，4杯茶，连4杯豆奶， okay. 10片西瓜，你帮我切好好。我需要苹果汁，青苹果汁啊。哦，大姐，刚才我点的错了，啊，那个是昨天的。OK， 今天的我需要，我先来讲水果了。那个西瓜你帮我切成20片。秋药，哎，护士小姐，为什么号码会跳到2号？你是美的刘秀英吗？护士小姐，号码为什么会跳的？我是1号都还没进去，为什么会跳到2号去？对不起，因为刚才号码响了很多次，而且我叫了你的名字2-3次，你没应，我才跳过你的号码的。我只不过是进了厕所5分钟，怎么可以跳到后面去呢？不行啊，你叫那个安迪出来，我要先进去啊。不行啊，医生已经看到一半了，很快的，那个病人很快就出来，他一出来我就让你进去。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很早就来排队吗？我7:15就在门口等，就是为了要拿1号。我等了1个多钟头，只是走开5分钟而已，怎么可以让后面的人先进去？怎么可以这样的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他很快就出来的，真的。啊，你刚才就是这样子一直瞪着我，你一定是看我不顺眼。你看我不顺眼，你看我不顺眼。
安迪，你别误会，我哪有瞪着你？跳过号码是我的错，我跟你道歉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是啊，安迪，多等一下子罢了啊。是你自己上厕所，护士才会跳过你的号码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啊对啊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今天要复诊，我昨晚都睡不好，我五点多就起来，七点十五分就在门口等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，尿急也不敢上厕所，我只是走开五分钟，我明明又是第一个，怎么可以让后面的人先看医生呢？不公平啊！你们不公平，不对不起，安迪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去打一杯热水给你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过来，好不好 ？OK。刚走了，走了啊！刁秀英，哎，不是不是。